没什么在记名称。有点像没什么版。哦，对，听说光头很容易被针对。但也没关系，就当做练习吧。反正死也死习惯了。电锯杀手，其实我这里有点危险，没有板。OK OK。收集套，还好啦。其实我觉得 DBD 幸存者不应该有那种修机加速的技能。欸，他们有盆栽。还好，我比较喜欢带这个疲劳剂，保命吧。主要是想多一点乐趣吧，不然都在修机有点无聊。就是可以跟鬼、跟杀手稍微互动一下。恶心徒步打法。你说我这一套吗？应该算是吧。这一套我是看那个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是一个人皇主播，叫做富岛，21岁富岛吧，我不知道。他很强哎。我很喜欢他的打法，也不是说他，我是看他我才带这一套。只是他通常不会带字，他会带那个笔战的，我不知道那招叫什么。对啊，副导，我很常看他玩，然后跟他学，哎呦呦，看他怎么溜。哇！被发现了，他应该是新手，他没有看到我的跑痕，怪怪的这个人。那台应该不要修啊，那台要留着，不然会三连吧，三连击。应该要修这边。哇，不好意思。空窗啊，要带空窗，这边没板，我前面有块。因为也没办法，空窗。
Oh my god！ 突然回头啊 ，nice， 吓死人了！哦，好猛哦，队友，那个队友好猛哦。那这个是，那这是什么技能？大心脏，我是没什么用过，但我也 很常看到有人这样带，但是那个不是算中局吗？我很常打不到中局。所以我就没什么在带大心脏，我这个门卡九九，板子上拉屎的技能，你说你是说放地雷那个吗？我有些角色没有啦，我不是全部角色都有，那一招我好像没有，那一招应该是火那个。那个叫什么？他拔钩，应该是面首啦，我觉得，其实八步不太好救，说实在的，他面首，能救嘞 ，nice。只是那个门他没有开，哇，我死了。他们应该知道我那个门卡九九，结果这边没有人开这个门。不起来吗？偷手不赢。应该出得去了，我觉得。我去另外一个门。再出不去，我也没办法。哇，他死在门口。哇，要救吗？那就走啊，要救就走啊。
想说他怎么没有跟，只是那个板被用掉了。追我 ，nice， 要不追？有同族其实还不错，都是同族。啊，他没挡到。哇！他被发现，他死了。他这时候应该不会爆。爬得出去，他应该爬得出去。他爬出去，爬出去，爬出去。哇，那没办法。我这样也能出去。Sorry， 我尽力了，没办法。看一下近的，嗯，要带铁柱女要干嘛？